到的那个资讯已经开始，已经知道了，所以赶快动起来要抢票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抢到自己理想的哪一天要来看演唱会的票。所有来现场的你们，真的，你们真的很棒，给你们拍拍手。你们的那个力量啊，给我的传达给我的那个的嗨度，然后唱歌的声音都是一级棒，谢谢你，辛苦你们。早安，早安，好，各位亲爱的，你们应该有看到那个高雄的那个售票的那个资讯已经开始，已经知道了，所以赶快动起来要抢票。不会啦，不会抢不到啦，那么多场应该可以，所以加油，大家。抢票。其实来美国巡演呢，那个天气真的是很干燥，然后你也知道很干燥唱歌喉咙会很不舒服，但是呢一路就是克服过来，现在是最后一场在 Vegas 第二场，所以呢给自己拍拍手完成。我的声音还是有点那个鼻塞的声音，但OK 的，一切待会上台就是没问题，加油！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我要去换衣服了 ，OK？ 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走了，拜拜。